想你的世界和你眼神都相同，当你心中的彩虹穿行在巅峰，而我就在你身边，心也随着你跳动。你的素未谋面的有声有靠谱不？不知道，不知道你就听听他建议啊？那他好歹也是个男人啊，男人比较懂男人吧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来，测一测你有没有温柔小白花的天赋。当你不想搭理一个男人的时候，你会说什么 ？A， 嘤嘤嘤，哥哥，人家不理你了。B， 可怜状。哥哥，不要这样跟人家说话。C， 正常状，别来惹老娘。当然是第三种啊，第一和第二种是什么鬼啊？欠揍啊！这个就是小白花和你的区别。哎，你说啊，男人们，是不是都那什么呀？那你还学不学？学啊，当然要学啊，从现在开始。我就是一朵含苞待放的小白花。快看 reset， 日榜和周榜公布了。哦，看一下。你说我要不要在个人主页上写一点什么呀 ？No， 你现在要保持神秘感，越神秘越能激发起大家对你的兴趣。哦，哎，你看这里有人说觉得我像是一个男的，难道你不是吗？你好，我想约您一幅商稿，用于我们公司一本小说的插画，价格是30,000元一张。能加好友吗？哇，哇塞，这么快就有人约我画商稿了，而且价钱是之前的10倍，看来登榜真的有用哎。早知道这是一条致富之路，我也去当个博主了。哼，我不管，你得请客。没事儿，等姐姐以后赚大钱了养你。嗯，养我吧，姐姐，我一个人好怕怕。啊，你好恶心啊！喂，黄杰啊，二姐嘞，你的手套落公司了，我给你寄过去吧。哦，还是你来公司取一趟。哎，这么冷的天我就，亲自去一趟公司好了。那个我要去一趟公司啊，手套忘了拿。你就不怕他又不认识你啊？他不认识我，是我不好，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，所以呢。我今天要用小白花战术拿下他。我跟你说了，我去准备。加油！谢谢啊。抵着门多不安全呀，我也不着急，其实可以等下一趟的。
来了来了，哎呦，这咖啡可太难买了，哎，太多人了，走，走。嗯。被门夹住了吧？啊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救命啊！开不开门？哎呀，救命啊！我不想哭啊！开不开门？谢谢。岳天良，早啊！啊，早。顾勋，早啊！哎，你们部门上班挺早啊。他离职了。有印象，他记得我，他记得我。不行，我要努力留下来。哎，英姐，英姐，英姐，你怎么来了？那么快就想我了？嗯，当然了。嗯，不过还有一件事儿，我想重新回来工作，你看还有机会吗？哟。你这情况也不是没有遇到过啊，就是没你这么快的。这样，我帮你问问老板，但是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啊。公司向来不返聘离职人员的。哦。哎，那我去应聘第九事业部呢？第九事业部啊，你就别想了吧。他们第九事业部的人总觉得其他人那个，你懂的。嗯。那我先去忙了啊，千灵你哦哦，我去拿我落下的东西。行，嗯，拜拜，拜拜。那给，谢谢。哎，你之前负责那两个男主角的原画，你猜谁接手了？不会是尹组长啊？你昨天前脚刚走，后脚他就把这活给揽了，还说，毕竟我是男人嘛，我比较懂得怎么释放男性魅力。拜托，这两个角色在你手上的时候，那人气超高的，他居然说他是勉为其难的接手了。结果你来之前，他就一直在他的工位上猛画，连厕所都没敢去一个，他就等着一举超越你。人走茶凉，指不定现在还勉为其难的在背后内涵我呢。嗯，哎，来来来来，大家都听说了吧？岳千灵要回来了啊！昨天刚辞职，今天就后悔了。刚刚我去楼上拿发票，听到老板们就在说这个事儿。哎呦喂，老板那火大的都气疯了，说这岳千灵把公司给当菜市场啊，想来来，想走走，公司又不是非他不可。真是的，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做出月流水几个亿的大咖吗？要我说啊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就是心太急，总想着一步登天。心比天高，你得有那个能力才行啊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千灵啊，嗯，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嗯。哎呀，老板呀，其实就是发发牢骚，他那人他就那个样。别往心里去啊，欢迎回来工作，加油哦。不愧是尹组长啊，手上拿着四个人物卡牌还能这么悠闲的聊天，我此生一定要跟您好好学学您这个心态。哦，不过尹组长还是要注意一点身体，毕竟毕业了这么多年还想着一步登天呢。哎，你组长，咱们今天新上线的角色都出 bug 了。什么？角色都变成 T boss 了，赶紧排查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这样啊？
对啊，不是今天才上的吗？我不是排查过吗？我昨天不是刚写过吗？试过很多次了，不可能出问题。怎么了，蒋总？新人物 T pose 了，这种情况游戏中出现的可能性占7%，我们正在排查。一般这种情况就变动的安全软件被清理垃圾的软件删除了，这个建模的时候所以动作就变成 T pose。可以了，恢复了，恢复了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下次那没问题了。组长，我这边也发现了 bug。什么情况？你看一下，不知道啊。现在电脑不好用，怎么这样呀？昨天怎么解决了？不知道啊。网上发酵这么快，可以利用一下。应该不会吧？出现 bug 很正常，修复一下就好了啊。组长，这个 bug 十分顽固，我自己完成不了。赶紧修，顽固什么？赶紧修！一个人解决不了，可以修了。哎呀，快修一下，修一下！电脑今天不好用，赶紧修！难什么难？组长，赶紧修复一下就好了。你看一下。来，我试试。那人到底谁啊？顾寻。你们主机在哪儿？那边，那儿。有镊子吗？有。果然，臭虫 bug。这就是为了马克尔编程的葛利斯霍波，曾在调试设备的时候发现了故障，他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原因。后来在打开机电器之后，发现了一只飞蛾卡在了输液中间，造成 bug。哦，是这样。这种情况在系统里出现的概率只占0.01%，牛啊！歪打正着。我认为他就是第九事业部刚才的制作人顾总。哦，就是他呀，没错，就是他啊，怪不得。他就是顾总，哇，怪不得这么年轻就当了部门老大，太厉害了吧！我也想去他们部门。你能话很多呀，啊，干活，干活呢。喂，千玲啊，要是想回来的话，可能有点困难。我知道了，莹姐，但是因为我之前画的卡面还没有落实嘛，这不马上要到新年活动了嘛，所以我还是想再争取一下。你也知道，玩家都很吃我画的卡面的。这个我当然知道啊，不过你也明白，老板哪会在乎一个实习原画师呢？我觉着我也不好再跟他提了。那我知道了。谢谢莹姐，麻烦你了。英姐呀，怎么说？这不重要。我跟你说，我下定决心了，我要去投简历。啊，只要能留在这栋楼，哪个公司都行。你没事吧你？你就为了尹俊那种人跟他死磕啊？你没必要你。哎，不是。黄田 ，come on。啊，一步登天找我了。那啥，你。清醒一点啊！小芒花，你看这云，像不像我们在网上养的那只狗？我看它比较像你。这么久才回，被绑架了？对啊，被绑回公司了。你不是辞职了吗？
赎金没凑够，您支持一点？没钱，下次让绑匪直接撕票吧。这也太丑了吧！我老公的笑容什么时候这么邪魅猖狂了？佳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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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跟我开什么玩笑？这什么中年油腻组合？喂，哎，千灵千灵，新的人物海报你看了吗？哦，我刚看到。不会是尹组长画的吧？啊，这就是他说的男性魅力。好家伙，直接给我们组的奖金全给妹妹了。他今天在公司发了一下午脾气。我真没明白，这不是他自己亲手画的吗？哎，真是服了，要是你在就好了。啊，对了对了，我是想问你，你接不接外包啊？嗯，算了吧。我最近要忙毕业设计，估计也没什么时间。啊，好吧，这么个破组长，天天拿着鸡毛当令箭，那自己解决就好了。嗯，别生气了啊，拜拜。儿啊，老母亲还是很想念你们的啊。千林，一会儿别忘了会场练琴啊，我就不进寝室了。好的，我现在过去。说好的一起练琴，怎么偷偷先来了呀？怎么那么卷啊？我跟你说，我想到了一个战术。你听我说啊，考试那天呢，我们一开始先做几个很牛的动作，然后呢，然后你就假装摔掉一两条腿，老师就觉得天哪，我们好努力，一定不忍心给我们挂科，说不定还会给我们高分的，你觉得呢？你也很认同啊，是不是？我还看到过一个电影，电影上说能用脚臭来分散别人注意力，到时候你就三天不洗脚，然后我就在后面假装没你臭晕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哎，我觉得这个主意很不错，说不定老师真的会给我们。怎么是你啊？老六，啊！两年前期末考结束，真人 CS， 你为了拿人头杀了两个队友。对对对对对，是我，别说了。不是啊，那一天我组长问你认不认识岳千林的时候，你不是说不认识吗？我不知道谁是岳千林，只知道你是老六。你不去练习，不跟我说一声，害得我认错人。这好歹他也认出你了，该高兴啊！高兴个六啊！我好歹是堂堂东宁大学校花，他竟然叫我老六。你别那么悲观嘛，说明他就好这口呢。嗯，好这口是吗？啊！让你不去练习，让你不去练习，让你不去练习，我错了，气死我了！竟然叫我老六，啊！上线啊！你可真是每天雷打不动啊！开始吗？小毛花，我们几个讨论一下英语问题啊，你稍等一下。书的们，我教了 Midas 一起打。有几个人？吃嘛吃吧。毛花来了，准备办。他 don't know。你摸圈儿。
就我们两个，还来吗？啊？为什么不来？你没事吧？怎么感觉不在状态啊？别提了，一整天小白花妆都很挫败。你暗恋对象怎么你了？那你在乎他干嘛？哎，就不怕他有女朋友啊？我知道，爱情有先来后到，那我就默默祝福他，绝不干敲墙角的事。说的就跟你撬得动似的。哎，你就这么缺人头啊？我先看到的。怎么，爱情有先来后到，人头可没有。这个小草，这两天怎么火气这么大？能接受加班到几点啊？有男朋友吗？结婚了吗？是本地人吗？买房了吗？有房贷吗？原来您就是睡到自然醒啊。我那个平时喜欢把作品传到网上，和大家一起探讨探讨。网上好多人都在猜您是资深画师，没想到您是这么年轻漂亮啊。你拿过 ID Play 游戏大赛策划组的第一名。那是五年前刚入行的时候，也不值一提。我呢，从业这五年，端游、页游、手游基本都覆盖了。比较突出的剑气三传奇前传狂暴，最好成绩创下20亿营收总流水。你是暗黑死神的 TA？ 嗯，在国外毕业后我就留那边了，待了7年还是决定回国。我看你都在做这一类的游戏啊。所以我想跳出舒适圈才来到 HC， 如果我能留下来，我一定会拿成绩说话。好啊，期待你在我们这儿做出更创新的作品。谢谢。我听说过你的传言，说你师承一位国外神秘大师，在做暗黑死神的时候魔改过 Unity 3D。 那个时候我们几乎没日没夜对 Unity 进行了完全的定制，渲染管道、材质、系统、特效、表现等等几乎都是重写的。巧了，最近我也在优化引擎，要不一块试试？好啊。现在主策划王海和主程序易红都到位了，就差个主美。是啊，懂了，我再去找。啊，没事没事。上一周我看您发布在网上的这个中国风的这个作品啊，很符合我们这周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个，我妈给我打的电话，可能家里出事儿了。那个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喂，千玲啊，你那天不是说想回公司吗？我跟你说，哎，于千玲，江总，现在立刻马上回公司，原工资的基础上给你加3000，记住一条，今年卡牌不许出任何问题。好，我马上回去。
我妈催我回家相亲，今年结婚，明年生孩子，两年之后要二胎，可能不太符合贵公司的要求啊。哎、谢谢。待遇这福利长假都可以聊啊。行不行啊？平时也没见你少吃，啊，哇，真的是累死我了，啊，到底是哪个老师，非要让体育课午时啊？我给他颁四大发明奖，累死我了。我听说补考比普通考试更严格。不会吧？那我过不过得了啊？拿，那个狮子头同学，你的头要动啊，别光动屁股呀。大家都要好好练习啊！如果你们这一次补考再不过的话，拿不着毕业证，可别哭着来找我、啊。不行呀、你别躲呀！你得趁现在赶紧扭转他对你的印象。你总不能一直当老六吧？有道理啊！后面你也加强练习啊！行不行啊你？行啊，来啊，继续。哎，赶紧去啊！等什么呢？有办法了，哎，你看啊，与其我们两个在这互相伤害都过不了，不然呢，我们就会害别人，比如我去祸害顾旭，你呢去祸害旁边那个啊，我和他，怎么了？不行了？平时不是健身吗？咋哥，要不是陪你比赛错过，后来又天天加班，我能这样？以后你要是再选这种课，我就开除你。哎，不劳你费心啊，这五试过不了，咱俩补考都完蛋，你我的三爷梦想就折在狮子上。顾寻，我有个提议想和你们商量一下。什么题？哎呀，这方案好啊，男女搭配力量均衡，你好我好，大家一起拿高分。可以可以，那就顾寻和岳贤林一组，我和你叫啥？我叫蒋俊南。不重要，那我们赶紧开始吧。我妈叫我俊南，我姓蒋。那个狮头就麻烦你啦，我一个女生嘛，也没有什么力气，就真的啊哦哦哦。你们俩愣在这干嘛呢？练呀！啊，好的，老师，快快快！好，那我来拿狮头吧，你在后面跟着我哦。顾寻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速度还可以吗？要不要我再慢一点？哦，或者快一点。顾寻，顾寻，哎呦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我有一点头晕，低血糖。哎呦，你可不可以，扶一下我呀，顾寻？哎呀，好重。谢。你在干嘛？我在练。高师啊，好，那继续。不要停啊。好吧，高师。顾总，还生我气了？吃个香蕉呗。我没那么小气。人原先连可是校花了，也没那个兴趣。停一下，停一下，我有一点头晕，低血糖。哎呀，你可不可以，
扶一下我呀，郭寻。哎呀，好重。你说这个岳千灵大二打真人 CS 的时候，挺虎挺正常一姑娘，怎么现在变这么造作呀？你不会为了小麻花才跟别的女生断绝联系的吧？吃你的香蕉吧。来，帮我看看。什么好东西啊？我看看。我看看。睡到自然醒。哎，这 ID 我很熟啊。他画挺好，挺有灵性的。但还不够完整。我们需要的是独当一面的主媒。哎，等会儿，往上，往上，往上。剪刀手爱德华，他在微博上粉丝好几十万呢，一看就是做三 A 的料。这张图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去问问。博主，求推荐几款好玩的三 A 游戏。分歧、刺客都还可以，你玩过什么？最近玩了《零元效应三》，但剧情越来越水了。不过玩起来还是能飞的。难得碰到一个懂行的，来吗？哎，正好缺个人。进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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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。来，用你小号。用我小号。怎么还是个女号啊？大哥。我这是为了帮你挖墙脚做出的牺牲，这帮游戏狗在网上和男的聊天超不过三句，只能装成妹子才能跟他们多聊一会儿。是个妹子啊，行不行啊？我不带菜的啊，放心，我很强的。没想到你挺厉害的嘛，大神，你游戏玩得好好哦。你是做什么的呀？哎呀，我做游戏的，你也不错。哇，好巧啊，我也是做游戏的，同行啊，咱俩真是有缘啊，大神。看你原画偏欧美写实的多，不会是做三 A 的吧？不是。那怎么不做三 A 呢？好期待你的作品呢。等会儿，你是挖墙脚的吧？哎哎，玩脱了吧？不是，我对小哥哥仰慕已久。想挖我的人还挺多的，不过挖我去做三 A 的，你还是头一。快快快，跟他聊，跟他聊。你是哪儿的？我是 HC 互娱的，方便加个微信吗？人呢？下线了他。你退了？还在吗？拉黑了，那怎么办啊？帮我去摸一下他的底细吧。对，是得找他。我？不然呢？我去。辛苦了。心情这么好啊？嗯，能再见到英姐，心情怎么能不好呢？那你就好好干，这回啊，可别让上次那么幼稚了啊。嗯，放心吧，这次赶我走都不走了。嗯，谢谢英姐。嗯，英姐，这个是要送到第九事业部签字的。啊，头疼，又要去第九事业部找顾总签字，次次去都被打回来，我真是怕了。英姐，你要去第九事业部啊？是啊。我正好要去，我帮你吧。好呀，那就麻烦你了啊。哦，对了，第九事业部现在搬到十二楼仓库去了。啊，这么惨。顾总虽然沦落到仓库，但是以他的能力很快就会翻身的。嗯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我每次见顾总都感觉他自信十足的样子。但是他也有自信资本啊，对吧？嗯。哎，千灵啊，一会儿交给顾寻，务必请他确认签字啊。
你放心吧，英姐，那我先去了啊，拜拜。你说的小白花到底有没有用啊？为什么我完全做不到？是你没掌握关键，比如女人味儿，你有吗？看不起谁呢？我一女的怎么可能没有女人味儿？是在练瑜伽吗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需要帮忙吗？啊，不需要不需要，真的真的，不需要了。啊，顾总，要看这么多文件呢。那个新部门刚刚成立，您一定很忙吧？哎呦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这么忙还要陪我练舞狮，真是辛苦你了呢。你有事吗？啊，人事部让你签一下字呢。你不是离职了吗？怎么还没走啊？没走成呗，又被叫回来工作了。人事部？没有呢，还是在项目一部。人事部的小姐姐忙不过来了，我就帮一下忙咯。帮忙就帮到底，告诉他们我签不了。我来都来了，空着手回去多尴尬呀！没几页，顾总你很快就看完的。我在这里等你哟。没几页，你签一下不就完了吗？你们项目一部很闲吗？让人事来和我沟通。好的呢。
进我的身边，洒下光点，盛开无数的想念。相遇的瞬间又是熟悉的感觉，记得我吗？在某一天擦肩而过，然后开始想念，想一个人一天，惊讶于我的改变，多复杂的考验，简单聊聊天，在你的左边心温暖一点，你靠近我的身边，洒下光点，盛开无数的想念，我心跳热烈，开始无法控制想你的一切，你就在我的身边，梦的起点，你早已出现，每一天我的梦为你实现。但是想念加倍出现，想你了解我的灵感冒险，相拥人海里面，心跳很快的蔓延，心在不停沦陷，用我的直觉，不管多遥远，你是我世界，你靠近我的身边，洒下光点，盛开无数的想念，我心跳热烈，开始无法控制想你的一切，你就在我的身边，梦的起点，你早已出现，每一天我的梦为你实现，每一天我的梦为你实现。